我们今天要吃什么？蒸鲜。OK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去吃咯。好，拿一个吧。拿一个。哇！好，再看看还要吃什么。好，哇，你功夫哇！妈妈带我来。太快了，太快了，等下一轮吧。要不要？好。吃饱在吃什么呢？哇！好好吃的样子哦。我们点了鲜虾手卷，还有鳗鱼手卷哦。通我的海苔的小孩。哇，妈妈吃的看起来好好好好棒的样子。好喝好喝。啊，新鲜就是好吃。好，我现在要来用我的芥末酱喽。我喜欢吃味道重一点的，所以我的酱油加不多。我现在要拿我最喜欢吃的鲑鱼哦，鲑鱼卵，沾了一些味道比较重的芥末。快升天了，看鼻子好呛哦，但是还蛮好吃的哦。快，妈妈来挑战一下好了。我要吃的是虾卵寿司，噔噔噔，我喜欢沾多一点。好，妈妈挑战最多。我超爱芥末。最多啊。没感觉。对啊。甜甜的是吗？一点点呛，但很能忍受。哇。果然他的芥末实力是比异于常人的厉害。对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茶碗蒸，扇贝茶碗蒸。好，妈妈打开来看看吧。是蛋。哇，布丁。哇。哇。好美啊。好，吃饱要吃茶碗蒸喽。哇，好吃啊、哦！喜欢吗？比个爱心好吗？是这样吗？你反过来了吧？啊，你在用手吃啊、哦？用什么用？用汤匙吃吃看。啊？把它切小块一点。哎呦，真不好弄。不要这个。啊？爸爸太大口了，他塞不进去。你要这样才可以塞得进去。不要。好，好，我现在要装杯绿茶来喝了。茶包蒸鲜的茶包，杯子放进去之后，直接用靠的就可以了。这水很烫，要小心。好，那我的绿茶泡好了，我要来喝一口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真的，但是好喝哦。哇，这是鱿鱼。看不出来耶，它烤的还线条分明这样。爸爸吃一个吧。好，我吃吃看。沾多一点。沾多一点，哎，不行啊，不能碰到了。鱿鱼好吃吗？我想要说鱿，说鱿，鱿鱼好吃。刚刚芥末刚刚呛到了，很 Q， 脆弹。好像有一只鱿鱼在我嘴巴漫游一样的感觉。你在干嘛？是在吃鲜虾沙拉。哦，鲜虾沙拉。
交杯是不是？对。要交杯啊！要要要，一定要交杯一下吧。来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给我占很多啊？是不是？没有，这样我不能接受。你看，交杯是自己吃吧？哦，对。交杯要自己吃哦。对，来吧，来，我占超多的，因为我不怕。我一半吧。是呢。还好吧？对啊，龙虾沙拉那个酱还蛮甜。妈妈给爸爸。妈妈，好吃第二个，继续用手吗？嗯，用手比较快喽。好，一样，哎、欸，我要放很多，很多很多很多。好，我也吸附了，吸附了这样。好，来吧。这鲑鱼很棒哦。嗯。啊。是弟弟生日哦。哦，弟弟生日哎，我们买了两个佩佩猪蛋糕哦。是乔治的蛋糕哦。在85°C的哦。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佩佩猪哦。OK。好。那我们唱个生日快乐歌喽，预备。起。现在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哇，航航有蛋糕吃嘞！祝航航生日快乐！两岁，耶、yeah ！好，来吃吧！哦，好，啊，哇，佩佩被你一口吃下去嘞！好。给弟弟一个挖土机。好，好，这么好吃吗？哇，我们吃好多啊！你看两盘呢。那我们今天蒸鲜就到这边喽。